叫张曼宁，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回来台湾从事这个行业，一共有21年了，就是专门是帮助个人或者企业主或者每个公司的所有管理职，去发现自己的天赋特质，还有另外就是发现跟你共事人的天赋特质。那另外呢，就是除了在一个是个人的，另外就是整个团队的，因为每一家公司基本上每一个领导人他的特质不一样，所以什么样的人跟他搭配是最有效果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另外就是每一个管理者他的家庭因为我们中国人都讲，这个你要家庭安定了，你在你的事业的发展才能够把你的理想开发出来。那基本上在 PTP 专门是去研究一个人的个性特质，然后跟这个个性特质有关的领导跟管理风格然后进一步就是说跟这些人有关的，什么样的人是跟他在匹配的时候工作匹配是最有效，然后另外就是这个团队目前最缺什么样的人才